欢迎各位旅客莅临日月潭，搭乘日月潭的交通班船。这边船长我要先说明一下几件须知。好，那个手上的船票务必要保管好，因为我们每一站下去参观回来的时候都需要经过验票的动作，验完票方可搭得到船只。那要找谁验票呢？记得是找穿着黄色背心的工作人员验票。你在哪个位置下船就在哪个位置上船。那要先找到黄色背心的工作人员才能够知道你要搭的船艘。那手机相机贵重物品自身安全切记要留意，外头平均水深27米，每天都有人掉手机，掉了就买新的，千万不要想去捡。救生衣现在不用穿，救生衣好像绝对不够，因为航港局每年都会定期抽查，所以要特别注意。好，那什么时候要穿呢？紧急时刻才要穿。紧急时刻在什么时间？我再穿就跟着穿，就这么的简单。基本上船上的救生衣是新的，没有开封过。因为这边的安全系数上很高，请大家就好好的放心。现在我就开始为各位旅客做一下风景上的介绍。我们往游艇的方向看过，游艇的右侧看过去。我说底的方向就是游艇的右侧。右侧的底座山是美黄泥滩，你可以看到海地半岛。这里过去是禁区，以前的蒋介石先生的行馆就是在这里。921大地震后，过去的韩碧楼震毁，重新打造起来的是两家高级酒店。分别是岸边咖啡设施的这一排的五星级韩碧楼，还有韩碧楼后面的六星级商业酒馆，重新打造起来的就是这两家酒店。这边酒店的最大特色就是贵，很贵，要花很多的钱。例如说韩碧楼最便宜的18000块，韩碧楼最贵的58000块。而日月行馆不为亏心，最便宜的要30000，最贵的要价高达300000。300000的房间在日月行馆的8楼，8楼的整层都是房间，房间里头的物品、陈设、装饰，很多都是黄金所打造。例如说，最大的黄金是那一颗马桶，所以有机会，如果您去入住的这个300000的房间，记得那个马桶要坐久一点，才划算啊。好，继续看一下右侧远处有一直线的公路，公路上面目前有车辆经过当中，外表看似公路，其实它最主要的功能是水坝。水坝在1934年建造完成后，日月潭的水位提高了20公尺的高度，日月潭扩充了现在的830多公顷的水面积。台湾最大湖泊就在这里，日月潭。台湾第五大水库也是这里，日月潭。日月潭拥有着双重的身份，它是湖泊，也是水库，是比较特殊的环境。好，那现在呢，游艇也航行来到了日月潭的分界线上面。分界线上头，来为各位旅客介绍一下日月潭名字的由来。往游艇的左侧看过去，左侧的水域较为宽敞辽阔，形如日轮，所以称为日潭。而游艇的右侧是日月潭的西半部，西半部的水域弯曲狭长，形如弯月，所以称为月潭。
日月潭就是五股的叫做西湖，东五日，西五月的五日月潭啊。但是各位旅客，你一左右看的时候不用太认真啊，看不出来是正常的。我看了快四十年了，我也看不出来。有机会我们还是可以从高速的几个角度看，还有更多看的一些。好，那现在呢，罗平云也最近来到了日月潭的东兴洞的部分。东兴洞有一座小岛，我们用看过去，它就是全台湾最小的一座岛，它的名字叫做拉鲁岛。拉鲁是少族语言，直接翻译过来有着神圣不可侵犯的意思。请仔细看清楚，外头四周围是假的，是漂浮在水面上的人造物，真正的本体是在里头有树的地方。里头的树是茄冬树，是少族原住民的祖灵圣灵树，是祖先的代表。这里是少族的最高祖灵圣地，祖先所居住的地方。好，看往外头的这个草丛，这边有一个缺口，缺口等一下看进去会看到一只白色的石雕鹿，鹿是少族人的带鹿神。400多年前，少族人居住在阿里山地区，猎人打猎发现白鹿，追逐白鹿之下，才来到日月潭。白鹿跳下水消失，猎人没有抓到鹿，但是也发现了日月潭的白鹿山最大的天坑，来到日月潭地区。啊，这座岛就是拉鲁岛的。还有旅客会问到说，那光华岛在哪里？其实光华岛是在1999年9月20号大地震之前的名字，过去的光华岛就是它，现在有拉鲁岛。好，我们正前方就即将抵达看看景点玄光寺。玄光寺在1955年至1960年从圣堂之战大师国府设立，就是安慰在这边。后来设计走一走，人潮不减，还是有逐年增加的状态，而且人潮多一些，那个人潮密集还是有一定的原因。那现在刚刚回家，因为这里是来到日月潭不能错过的三大重点，这里能够拍出日月潭，就是代表这个不景绕，还有日月潭的一个特色小吃。阿嬷的香菇茶叶蛋，阿嬷卖茶叶蛋卖到现在已经是第三代在贩售啊，从年轻的18岁卖到五开，卖到第三代啊，这个茶叶蛋啊，不是你们可以去好好的品尝。来，请各位下船时麻烦随身行李物品都要带下船，包含制造出来垃圾也要带到岸上去丢。环保政策水面上没有设置的时候，好，这个是为了这边的水域上面的环保，所以请大家那个带到岸上去，记得要分类。好了，游艇停泊，绳索固定后，再邀请大家下船。好，记得回来搭船的时候，找到穿着黄色背心的工作人员，就能够搭得到船。这里的最末班船请在5:40之前回来找工作人员报到。啊，这里是每个小时的20分，还有50分的时候可以上船，但是最末班是5:40。没有5:10。好，下船小心。哎，哥哥。好，更正一下，5:20。好，5:20，不好意思。好，无四十分呢。好，更正好，不好意思，最末班船是5:20哦。
对，二十五十，这一班做不到，就是坐下一班。二十分的。四点二十。对。一个小时的二十。